中国梦就是系列的一个公益广告。嗯，对。对哪位的印象比较深刻呀？那当然还是对，就是跟当时跟陶老师一起，就是拍的那个《因为帮忙本书方你》那段，还是挺有印象的。嗯，其他人的那个表现呢？都有看到的。嗯，都有看到。嗯，这次的拍摄跟上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次就会感觉会更加的有活力一些吧，有朝气，就像2018年新的一年新的时代迈进新的一步。嗯，跟陈导合作感觉怎么样啊？非常开心，就是能跟自己的家的对。那，你觉得新时代的这个青年演员需要什么样的品质？我觉得就是要有梦想，然后不忘初心。然后呢，就是不忘初心，要有梦想，还要有自己的坚持吧。然后昨天看你就在跨年，然后今天就回来工作了，是没有放假是吗？对对对，没有放假。现在有多高了呀？能说吗？快一米八。快一米八了，你有为长高做什么努力吗？就喝牛奶吧。就是。喝牛奶是怎么个喝法？喝多少啊？就是每天早晚喝一杯牛奶。其他呢？锻炼方面的呢？有吗？最近挺忙的，一般都休息下来，都有时间都尽量休息，都很少锻炼。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长到一米八？就有生之年应该就能长到一米八。然后那个去年就是《解忧》刚上映的时候，你说那个新年有这个专辑计划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？对对，希望是，有这样一个计划。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。就是没什么可透露的吗？现在说因为我也没有，就是在计划还在。自己会写歌吗？放在里面？有可能。